增加他的阻力，所以而且比较好看，所以我们想要这样试试看。这个名字叫做双层回力镖。双层回力镖。那你刚才不是说，你刚才还有说过什么空气会怎么样？就空气可以流动，就可以流动过去。然后如果粘起来的话，如果凸起来会增加它的阻力。好，试一次。太棒了，掉了，出球了。